无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。像这种善巧人客，我最嫌吧，是无欢迎。宋梅，我知影你不是那款欺贫重富、爱慕虚荣的人。你挑过伊讲这的话来甲我糟蹋，是无想要接受我对你的伤心，对不？我真实是无愿意看你沦落烟花，宋梅。请你接受我的帮助，好不？好了，莫再讲啊！你还阁好意思讲要帮助我？那不是你早来找我，我最凶了，莫被差事了就捡屎尿紧放火烧掉。你根本就是在害我。素梅，你听我解释。那无什么好好讲。我希望你以后莫再来找我，莫再伤害我。素梅，我。我叫你走，你有听到无？出去啊！好，你若不走，我会叫人赶你出去。好了，既然你对我的误会这么深，我搁安怎解释也是无路用的。也毋过，我希望你会当相信我。我对你所做的一切，拢是真心的，不是要害你的。可是，什么意？这，你对迄个食菜人讲这么绝的话，其实你的心内阁足介意的，对不？杨姐，我听无你在讲啥。三妹，你是一个巧巧人，你哪会不知道我在讲啥啦？而且，咱两个平平是查某人，你心内在想啥，我哪会不知道呢？我想你，我对你还是有好感。阿姆哥，我是一个烟花女子，我有啥物资格去爱台湾呢？我袂用害伊，我袂用害伊。哼，三妹真正去爱着迄个食菜人，我一定要甲赛公主讲，让赛公主对三妹死心，乖乖啊，倒来我的身躯边。金东啊，你有看到无？这艳红哦，心肝实在是有够歹啦！无出人算袂对伊遐尔好，伊竟然想要陷害伊。无唔对啦，我上讨厌这款哦，忘恩负义哦，讲一套做一套的人。囝，咱即摆来甲教训，让伊知影啥物叫做人的道理。哎、欸，
金童啊，我就熟悉你个呾哦，你就即句我上介意听，行。行。朱大兄啊，无你安怎做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阿弥陀佛，我是咧教恁家事啦。哎、欸，你爱知影，你当中是一个护法，连汉奸的影阿叔，恁只仙佛哦，安尼袂感觉足欠心啊？朱大兄，既然你知影咱是天神护法，那恁教事做歹人，不然就是咱的责任啊！你啥时候要做这样去？是啦，朱大兄，我是尊敬你吼，是佛门的前辈啦。你若要做这份去替天行道，那呢吼，我就无得信服啊啦。金童啊！你要知影咧，你是初生菩提，你无了解这天机的安排，你绝对冒这个女的哦，甲你嫁歹，再甲阮哦，个性遐尼啊粗暴。无啊，出头兄，你生足无意思呢，更不要要甲我作对。这边哦，我真正生气哦。哎呦，生气，还是别甲做哦。阿弥陀，下个下快慢的。哎呀，阿弥陀，哎呦，我咋阿弥陀？上天大师，小杜，你不可定义妄为啊。罗汉会阻止你下凡去度恶，是无希望你危及着因果，触犯着天规啊！大师，罗汉阻止阮替天行道，莫非有啥物玄机？三辈人间，乃是因为因果而生，因缘而起，千万唔通去破坏着天机的安排，逆天而行。燕哥，大师，咱算命心肝尔善良，又乖又好，你敢忍心快去陷害啊？个人的因果要个人去担，算命今生会遭受到叫人来磨练，乃是累世罪业的报应。完成债主的牵连，伊必须要经过人间的九苦十难，才会当真正消除业障，离苦得乐。一切的情况，天理安排啊！是。表兄妹手下留情哦，啊那无，我这烟斗面吼，可能红拍啊，袂输咱面骨同款。唔知是讲，因表兄妹是用什么法术呢？哦，规人甲我打掉的，哦，迄规面哦，惊掉，甲袂输敢那要破迄种感觉呢。哎，这一切吼，拢是爱怪师尊呐。师尊，老大，你竟然敢跳本尊的背后，对本尊无礼！师尊啊，地主来干嘛哩啦？地主是咧怨叹哦，我差一点仔就死翘翘啊！啊，若无看到你来甲我救啦，无知我对你一片忠心。等你，你知影无？本尊为了你这无用的卡下，差一点仔叫我天地离三才收手。你竟然搁甲讲话讲给我？啥话啊？啥物人敢伤害师尊？来，师尊你甲我讲，我替师尊来讨一下公道嘞。哼，都凭你。大师，你若真正去找天地灵三灾的麻烦，迄根本就是自找死路。师尊啊，搁再哪讲，我嘛是你的徒弟啊，你唔嘛你就看无起。破！嘛无时间，听你正正连宵话。你即马赶紧去找着煞星，帮助伊恢复魔性，让伊重返魔王，归顺在我的左肩，做我的护法，知无？师尊啊，你有我做你的护法就有够啊，莫去找伊咧煞星啊啦！点去？你若是搁再敢啰嗦半句，我即时就将你拍回原形！我去。啊，不过天开这么大。我也知影，什么人才是迄落煞星转世的啊？照本尊的推算，煞星今生转世是一个小沙弥，你想办法将伊引来这，拜我为师。啊，是。Oh!
拖到老尾啊！那我甲你指挥啊！公主，我这有一片的柳叶，会当指挥。你赶紧去向老夫人讲。阿妹，阿妹，你的伤好啊呢？我，哎呦，我也都掉啊！没事吧？阿妹，你是看过什么神仙妙药？我知影，你一定是花朵在世，对不？我不是什么花朵在世。这是一个云游四海出家啦，时常踮咧深山啦来去行，对草野有淡薄的了解。多谢大师，多谢大师。啊，来，你这边坐好。哎，来，坐好，坐好，坐。多谢大师。公主，我看你真有慧根，今后一定能成就非凡的道业。希望你能继续坚定你修持之心，去体会以天地为庙、万佛为佛的道理。莫非这位师父是在指点我？就是。哼！当初叫你去找煞星，你为什么到这嘛？还没完成本尊交代的任务？师尊啊，你哪安尼讲啦？这几天吼，我无抓100个，嘛有抓99个和尚来献给师尊的。啊，知影讲无一个是师尊你要治的迄个煞星。好啊！你即马可以甲我找，三天以内，你一定要甲我找着煞星。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就算讲搁再抬100个和尚，你嘛赶快甲我找着。哎呦，师尊啊，全城的和尚拢去遐抓抓了安尼。我怎要倒去抓和尚啦？等你，咱们本尊夜观天象，知影煞星起码都伫个风云百里之内。你若是无得搁再完成本尊交代的任务，我得将你拍回原形。啊，师尊啊，啊唔讲哦，啊唔讲啥？敢讲你是做人做了先？想要做底线，好好好，好，师尊，你莫生气，我照你意思去做就是啊。西公主，你有够久无来我家饮酒啊呢？人员吼特别给你准备一挂你上较爱食的小菜，顺便要好好陪你加饮几杯啊。来，我敬你。谁啊？什么你陪？我这摆心情真好，你莫伫咧我边仔咧碎碎念，袂输咱咧念经呢。哎呀，西公主，那我是倒位去得罪着你啦？谁人伊大概看到我，拢对我遮尔呾歹声色？敢讲你心内只有酸梅一个？你甲我讲嘛，甲我讲嘛。你甲我念念。本公主的代志，你无资格好管。我教一下，唔免你这烂咸菜过门啦。西公主，你来当对吗？你敢点点？你哪个出事啊？我直接让你无命。你要害我无命？报应，真正是报应。枉费我对你一片真心，你竟然安尼辜负我的感情，你一心想要得到三妹，偏偏伊去介意着迄个食菜啊！报应啊，真正是报应！你是咧讲啥？你敢将话讲清楚？上费介意的人，伊到底是啥？哈！你莫搁家己骗家己啊！上摆素梅甲迄个食菜人伫房间内厮花，你也毋是毋知影。敢讲你真正相信因两个只是伫房间内底讲话，
不是在做那款男欢女爱的代志。对，我算袂记，伊嘛是一个出家人。无分好，无分歹，男女代志来比关系。好吃不？好吃。嘿，你是谁啊？你无看到本少爷伫遐吃快乐啊？啊，我，你问我是谁？嘿嘿嘿嘿嘿嘿！哎呦，哎呦！你还要咬死啦？你个唔走是？谁让你这胆细心？你小瞧鬼，无经过我的温存，跟你来我的房间。我找我的人客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笑话，本少爷要入来你这探家查某房间，也得经过你的允准。你，我敢有讲唔对？你陪查某人，唔就是要为着钱？你要钱？来，看我箱子，我这全部拢是，拢给你。塞你有劲，你唔通软头青骨。软头青骨了是你。你明明知影我介意人是你，你敢知影贪我的钱，欺骗我的感情？我毋捌欺骗你，感情是袂勉强，是你心甘情愿给我钱，叫我陪你饮酒的。好，你遐尼爱钱是？哼，将这银票拢甲捡起。我虽然爱钱，啊，不过我无稀罕你的臭钱，你即马马上搬出去。等我将门关上，我自然会走。我问你，前几天在房间内跟你输的那个吃菜人，你这摆人到底在倒？你讲什么？我听无。而且我跟什么人约会，跟你无关系。我今仔是要知影那个吃菜人到底是咪在倒。我唔知影，我嘛有需要回答你的问题。而且我唔是你的奴才啊，你无资格命令我。你，好，算你厉害，敢讲话。等我将规矩的罪行留落，甲你背落来。我就是你的头家，到时咱再来看卖，我有这个资格通命令你无？哼！哇，阿姆，卡西好啊，阿你人有较轻松无？加我轻松的啦。也是的啊，我才甲你抓抓的啦。是啦。你安尼，逐天来照顾我这破相的老阿婆啊！吼，我实在感谢你。阿姆，你唔通安尼讲啊！我自细汉哦，都是一个孤儿，一直拢唔知影家庭的温暖。但即摆哦，会当你出门来照顾阿姆，讲起来是我的福气呢。你的心肝实在足善良的，甲菩萨同款，哈尼慈悲哦。无喏。我不过是一个还未剃度的吃菜人，哪会敢跟菩萨比嘞？阿姆，你坐坐吼，我来面哦，搁煮一碗素面，等下我捧来给你吃吼。唔免啦，我实在吃袂落去。阿姆，你是咪搁在想算命啊？是啊，已经几啊天无倒转来。阿弟遐吼，唔知过了好无？弟晚啊，有一件代志吼，我想讲要叫你甲我斗相共，你唔知要答应我无？阿姆，你哪会安尼讲？我若是做会到吼，我一定会退席。啊是啥物代志？阿杜，爱我来去醉红楼，我要来去看阮算命啊！吼，啥物？你要去醉红楼？张是你甲醉翁楼笑的过程，你会笑。还阁有一张，一张是你亲笔所写的卖身契。哼，我系卖身契，哪会在你遐咧？严峰，你甲讲啦。哦，算命啊，你是唔知影哦，人西公主
已经把咱规个水乡人都买起来了呢。人伊即卖已经是咱的头家了啦。安娜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好，杨红，来，我也要烫了。你即卖所有的照顾拢伫咧我遮，我唔来会晓命令你，我要叫你创啥，你就爱创啥。啊，无你是想要安怎？我想要安怎？我要你用你的嘴子，将我脚顶的手甲我支撑起，一滴都拢袂用的流。你过去的代志都过去，无需要你怀念。未来会得较美丽，一旦来来，咱一定要聊聊，好好啊发挥。啊，若无，手一下在咱的身躯边走过去。家己土狗的后水兄，你讲做土水有啥物唔好呢？我认为咱无共偷，无共抢，好好啊做工课。因为每工虽然真艰苦，不过家己当作运动，都有钱赚。你讲啊，你有啥物通啊怨叹呢？我再送你一句话，一定爱记住你，永远都唔通讲啊气啊，一定爱有信心，信心就是你处事的根本。你讲对无？